对枪很弱的武器，你知道吗？和平精英作为一款射击游戏，对枪自然是最常发生的事情。今天来聊聊对枪很弱的三把武器，用它们要小心对枪，胜率很低。一 M16A4， M16A4 虽然是一把 5.56 步枪，后坐力不高，子弹出速快，但因为没有自带的全自动模式，默认的单发和三连发射速较慢，导致它的秒伤很低。即使装上双活枪托，有全自动模式了，但射速依旧非常慢，所以 M16A4 中远战点射还行，近战对枪是很弱的，很难赢过其他人。二 P92 是一把弹容量很多的单发手枪，它的初始弹容量是15发，扩容后有20发，按理来说这把枪应该很厉害，容错率高才对，可是 P92 的伤害太低了，只有35点，射速也不是太快，只有 8.23 发每秒，所以用它对枪感觉不痛不痒，敌人中了很多枪都还活蹦乱跳的。三十字弩虽然单发伤害极高，有104点，能一枪秒杀满血三级头，可是它的其他方面都很拉胯，弹容量少，只有一发，子弹出速慢，射程近，换弹慢，用它只适合偷袭，对枪是基本不可能赢的。